你瞬间是怎么了？到了，现在到了。等等。哎，喂 ，Hello， Hello， Hello， 你好，Hello。把门关上吧。好，走吧，师傅。把门关上，把门关上。去北京。我们都下吗？都下，所有人。这又是什么项目？啊，好冷啊！开始了。你要干嘛？把牙签掰成两半。哦，把牙签掰成两半。对。哦，这么简单，没了。没了。很难的样子。哇！这就是欢迎的一个方式，是不是？哇！哇！有那么多！谢谢，辛苦了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刚真的挺莫名其妙的。不是，其实第一个我还懂，就是他想让我们冷抗寒。第二个我真的不懂，有劲儿啊，有劲儿吧，有劲儿。那个外蒙的那个人搞笑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外蒙人？他说话就是一样。蒙古国。我看到蒙古包了。嗯。哇，有马哎！